啊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建如，我是这次行程里面第七组的，今天是第六天，我们来到这个那个南边的土耳其南边的这个地方的托罗西亚，就多罗西的地方。这个是从那个雪山下来的，大概就是那个 cold water 是冷的气候。对面马路有一个就是 stream， 就是冷的 water， 一直流下去就变那个 warm hot water， 就在南边一点。那这个地方，它大概是公元的600多年以后，这个城市就应该是没有存在了。所以这里地方大概是现在我们这里能够看到，就一个小山坡，就是一个遗址。但是没有什么很具体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个是什么建筑的，所以只是今天我们来只是停留一下，介绍这个圣经上面提到很具体的一个城市一个地方。这城市已经是很久以前了，大家今天精神都很好，都继续保持我们的愉快，还有。大家都是很精神饱满，很在车上很多很多 sharing， 很多那个故事啊。我们希望我们继续保留，还有就是希望下面的行程就跟我们在一起。